我们喜欢的是这个，上帝用手把我们搂住，把我们抱住。In the arms of the Lord. OK，good，不要轻易用 breast。OK，breast 是这个指。老师还有这个 like 这个，是没有的意思哈，因为我们学那演的书也有那个 like。lack of 什么东西，缺少对，什么，缺乏什么东西？我觉得你这个人，OK，你就是 lack of 什么 mercy。我随便讲啊，比如说你这个人就是缺乏这个慈悲心，你就不懂得去怜悯别人，这个叫 lack of mercy。所以 lack of 什么东西，就是他缺少什么东西。你注意这个 lack 啊，lack 跟这个 like，你千万发音不要混淆啊。like 是这个 like 喜欢，lack 是跟你的 apple 那个 a 同样的发音，就好像是梅花音 lack。Lack of mercy, lack of 什么东西？我为什么没有上北大呀？为什么没有去上大学啊？Cause I was lacking of money, lack of money，我少缺少钱呐，没钱呐。Lack of money，对不对？Lack of money, lack of 什么？就是缺少什么东西，或者是没有什么东西。OK，lack of，lack of。好，没有其他的问题。Like 跟那个 not 和 no 这个都是否定词吗？这是一类吗？跟哪些字？比如说什么No，No，No，？No？OK，lack 没有。of 显然是更高级的英文，对吧？比如说一般的人的口语，OK，I 遇到打劫了，OK，人家来抢劫，I have no money，right？这个很多人通常会这样讲，right？Lack of money 就是比较文雅一点的英文了，OK，lack of money。可是通常人家抢你的时候，你最好是 no money，因为 no money 表达一毛也没有，是吧？Lack of 是缺少，OK，少，比较少，可能没有。但也许他说，OK，你让我看看口袋里有几块啊？Your lack of money，maybe you have some，maybe 你有一些钱，对吧？你没有500，你可能有400吧？有没有200？也好，好，没有其他的问题。就是这两个词能不能就是，就说互用还是有差别，不一样都用这个，还是不一，I have 样的。no 是很决绝，就是一点都没有。Lack of 的话就是比较少，OK，确比实。较少，OK。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人家，比如说 lack of mercy 的话。我们不说人家 no mercy，因为那个语气太强了。我们说人家 lack of mercy，稍微好听一点，稍微好现在听一点还是好。要用这个词，现在也是用这个词啊，也是有啊。但是你生气的时候，你可以骂人，你说 you have no mercy，你一点怜悯心都没有，you have no mercy，是可以这样讲话的，对不对？Right，我们说 you have no mercy，right？或者是谢我谢。客气一点，我说 well he's lacking of mercy，他比较少一点哈，他的怜悯心稍微少一点。OK，但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基本上是讲这个人没有什么同情心、怜悯心的这样。OK，好，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谢题。谢。Thank you。老师有，就是24。